拜登上任后的这两个月一直饱受疫情、移民等众多问题的困扰。然而在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际，拜登再次摊上了大事。据美联社报道，近日以美国德州和蒙大纳州为首的21个州对总统拜登、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多名内阁官员提起诉讼，抗议拜登紧急叫停拱新石跨国输油管道四期工程的建设。原告方一致认为，此条跨国输油管道建造与否最终应该由国会决定，而拜登通过行政手段叫停此工程是一种越权的行为。此外，此跨国输油管线系统可能会途经美国多州，原告方认为拜登政府的做法有可能使多地政府遭受数百万美元的损失。鉴于拜登的命令可能使得多州利益受到影响，所以美国21个州毅然决然地提交了诉状，将这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较量推向新的高度。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拜登在这场博弈中的胜算似乎并不是很大。据了解，拜登上台之后曾在气候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叫停拱新石管道的建造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这条涉及美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的管道在建造过程中曾多次遭遇各方起诉，被批污染环境，环保组织还认为它可能会污染沿途地下水，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所以此项目进展一直十分缓慢，2020年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停滞状态。据报道，奥巴马在任期内也曾叫停过此项目，不过特朗普在其就任总统的第一周就宣布再次启动管道建设。所以在某些美国媒体看来，这场跨越了3届政府的政治角力可被称为是美国环境能源2选1的典型矛盾。不过当现在的美国总统拜登选择了环境时，民众却为了能源以及其他利益跟他唱了反调。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美国民众第一次在气候问题上跟拜登对着干了。本月初，拜登签署了一项旨在保护公共卫生和环境的行政令，但是却遭到了包括犹他州、亚利桑那州等在内的12个州的起诉。原告方给出的理由是，此行政令严重扩大了联邦监管权，并可能会对当地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所以，对于部分美国民众来说，良好发展的经济的诱惑力要远远胜于好的环境。不过，公众有这种想法并不完全都是错的，毕竟在生活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其他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所以在考虑环境问题的同时，拜登也确实需要考虑一下民众的诉求。然而很遗憾的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双方对此事的看法很难立即达成一致，再加上之前的事件，拜登的施政之路看起来好像越走越不顺了。